团长，哎，起来起来，走了。他们去买小菜去。屋里不是有交关小菜了吗？喏，再去买点潍坊欢喜吃的。老大妈，潍坊来是没几天天，我看侬开心的了，嘴巴还不拢了嘞，今个。当然了，那潍坊么难办转来，我哪能不要开心啊？哎，老头子，我想想潍坊够辛苦的嘞。我看公司里么也要忙，屋里也要忙，搿一命嘞，哎，一天跑了这个叫研究所里。一忙起来嘛，挤一挤呀，不走起。这个蓉蓉小囡嘛也大了，歇歇要朝外头跑。搿潍坊一竿子辣辣屋里嘛，也真冷清了不得了。啊，有闲话没地方去讲，只好打电话来同我讲讲。去到搿趟大方出差去哦，潍坊跟宜宾两家头隔隔了。叫大方不出差闲话了，我今朝不会困了，子弟，困了客厅里沙发上了哟。做啥啦？咦，我到潍坊上又没碰头，一夜逛到天亮，还是我只好滚到沙发上去了。哟，三娘。三娘。三娘。老头子。哎，侬去开门啊！来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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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三娘。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侬寻啥人啦？哎，侬到底认啥人啦？哎，多小一只小头啦！哎，侬再不开口哎，我要打电话打到101去。伯母不是101，是110。不关侬啥事。伯母啊，侬不认得我啦？哎哎哦，李相中，李相中。哎哎，老头子，哎，坐，老头子。快点。来，有人客来了。哎，大伯，侬好，侬好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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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啥人啊？我也不晓得。都侬来吓唬伊啥么子？侬自个来吓唬伊，搞嘞！我来了新娘娘，好像面容嘛啥。啥人啊？哦，对了，就是潍坊了大学里个同学叫吴大伟。哦。嘿嘿，像个人啊。自个在那吃，自个在那吃。哎，想一想，从前辰光不是一直到你屋里来的？对，把屋上了，把马断了。是。哎呀，我想最后伊拉总归要结婚哦。哎，大家不要搞了，廿年前头搞伊啥事了？哎，今朝哪能会得到此地来了？不晓得呀。哦，大概来看看阿拉两家头个。刚好胃口嘞，人家。怕阿拉两家头没啥好口呀。哎。搿么又来啥事啊？哦，潍坊。跟潍坊去结婚了，伊来啥听了？搿来啥听了？没意思个呀，对不啦？对，回头搞伊勿来了。就不，嘿嘿嘿，说，把我买好啊！我要，身体还可以。大伟先生，吃我。伯母啊。啊。侬老早一直喊我大伟大伟的，今朝哪能喊我先生了？阿拉老太婆现在也管事务你啊。哦。哦，廿年之前呢？是俺叫同志的，现在呢，俺叫先生嘞。哦，是个是个。大伟先生，哎，你是有交关年数没碰头了。哎，是个是个。那么现在好吗？蛮好。我搿趟到上海来呢，是来办个分公司。哦。顺大便来看看潍坊啊。哦。有啥问题吧？你潍坊嘛，老早结婚嘞，小人啊搿能大嘞？啊，我晓得个，你潍坊勿是辣此地个呀？我也晓得个。哎，搿么马上到此地来寻你潍坊呢？我还晓得伊搿两天啊，蹲了娘家，打听我之类个了。大伟先生，真勿巧，你潍坊跑出去的，勿辣辣屋里呀？老头子是伐？搿伊啥辰光回来呢？啥辰光回来都吃不准啊！伊说回来就转来了，说不转来也不转来个啦。哎，我这样子不回来。今朝是肯定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。今朝肯定真的不回来。不会回来了。哎，情况摆设了，不回来了。哎呀，真不巧。哦，葛么我就不打搅衲了啊。哎呦，我就告辞了。哎，再好，没得。不好意思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再，伯母再来啊！再，待慢，待慢啊！伯母再来啊！再，我下趟再来啊！下趟再看。好好好。啊，潍坊不来了呀！潍坊来了，那肯定要碰头了。哎，这个。我来等哪呀？啥人进来？
要胖死的。大伟，伟芳，弄好。辰光长，手酸吧？啊，对，来，大伟，请坐。哎，侬哪能来了就要走了？不不，刚刚。我跟侬讲，已经让侬跑脱过一趟，今朝没得到我的同意，侬不能随便一走了之哦。梅芳，你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呐、啊？哎，那我也是因人而异呀、啊。我不是，我在讲啥个闲话？你那个闲话听不懂了。哎，大伟，侬哪能到此地来看我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么？侬哪能会想到来看我呢？老头子啊，伊这个动作啥个意思啊？侬哪能介笨了？伊心里想啊，天天来想回访。看侬啊，一副真的样子。哎，我都要问侬嘞，阿拉以前都会通通电话，这个阶段哪能连声音也没了？哦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正好辣辣搞一项专题研究，实在太忙了。哦，搿是今朝抽空。来解闷的咯。侬真是让我没半点反击的机会。好了好了，看侬副诚恳的样子，我又没怪侬了。你晓得你了，讲得轻易来。继续观察，要提高警惕。大伟，侬还记得吧？廿年前头，侬到阿爸妈屋里来看我，我认为住了石库门房子里。那侬现在看，发色。梅芳。这个房子老漂亮啊，是吧？漂亮嘛！哎呦，这个房子嘛，是你的女婿出钞票买的呀。哎，说是一命，侬晓得不啦？一命就是你外放的丈夫，啊，就是我的女婿啊。我的女婿是孔家家的精英啊，专门搞创造发明，还得市里向宋江呢。我的女婿都外放两个人一对了，真是叫恩。哎，弟弟妹妹，啥人插都插不通。哎，这个人硬的，阿爸妈，真是的。哎，大伟面前，哎，讲一面好做啥啦？妈讲闲话嘛，实事求是个呀。咦，好人好事应该广大发扬，对吧？大伟，我带侬参观参观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不是。啊，对，好。喏，迭间呢是我阿爸妈困的。啊，好。迭间是我妹妹小芳的。啊，好。好，此地么阳台，搿搭么是客厅，哎，喏，搿搭是厨房。哦，对了，大伟，我带侬到楼上去看看，好吧？走走走。走。我到楼上去看看啊。好好好。搿能想找兄弟的房间。啊啊。阿拉侄子侄女也住辣上头的呀，哎。做啥了？走！你问题都不在，我去丢了一下，我丢我啥地方去？哎呀，出问题了，你没出问题嘞？你哪能办呢？你哪能办呢？侬想呀，伊拉是初恋的情人，一个男一个女蹲辣辣一道，这个不是要加深感情啊？搿么哪能办呢？是嘛？哪能办嘛？搿么只有想办法叫吴大伟走呀？搿啥啥人去跟伊走呢？搿么？搿么侬还去走呀哟？好，我去。哎，我不来这个，我你出手出脚个了，我不来这个。老大，侬去，侬去，侬去。哎呦，我去嘛是我去，是你哭出我了。我不有啥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你又来了。不来，不来，我吓了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注意过了。哎，哪能办呢？阿芳嘛，哎呀，小芳来了，小芳来就好了。小芳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出事体在。出啥事体了啦？那个阿姐她从前的男朋友吴大伟，辣辣楼楼下，辣辣楼楼。给你咋大惊小怪了？不是，我说起来了，拉拉开呀。哎。放在地上了。哎哎，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，哎，小芳，哎哎，来，哎呀，侬去呀，小芳。我呀，那当我脑子也不正常，伊拉只不过浪浪谈谈讲讲呀，紧张点啥了？我觉着是老正常的事体。哎，侬这个小姑娘啊，侬没结过婚，
对搿种介感情的事体啊，侬是一眼眼都没听。侬报纸上看见过勿啦？中年人容易产生感情危机，侬懂伐？是呀，现在社会上离婚多了不得了，侪是中年人呀，是吧？老年人跳舞跳出事体也蛮多。倒也是的。哎，老头子，侬舞跳过伐？你装不装？侬拉了来里就是菜嘛。那对阿姐到舞台会的事体嘛，就拉了来里就是菜。阿姐到丈夫感情不要太深哦，老公是老公，得来分也分不开的。哦，就凭伊拉刚刚谈谈就好分开啦，啊，太便当了哟。怪不得，昨日我叫慧芳转去看看，伊不肯去呀，阿会得为了今朝的事体啊。哦，一个姓吴的，伊哪能晓得慧芳住辣我屋里呢？就是个门框呀。这个里向一定有问题。阿爸妈，我发觉呢，年龄么虽然大，不想象力还是老丰富的，侬讲对伐？那侬讲得好了。那个老脑筋啊，要改改嘞。我讲拨㑚听桩事体喏，我有个同学，伊搭伊拉老公分手嘞，搿但是经常也是打打电话约出来么，兜兜马路啊，吃吃咖啡啊。伊拉讲的呀，夫妻做的辰光么，朋友还好做，搿勿是老正常嘛？现在年纪轻一个事体，咋看不懂？我看也看得头昏嘞。搿个就是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，像舞台会大家两家头走动走动，刚刚不是老正常的吗？嗯，真想不拢是了。电话来了啊！来了。喂，是我呀，一鸣是吧？哦，慧芳来了我屋里向啊！哎，啥个？我就车子走到门口头了，不是，我讲拨侬听啊。喂，老太婆啊，一鸣车子进了门口头嘞，你哪能办啦？哪能办啦？哎呀，小芳，侬帮帮忙了，我烧到楼上去，叫那个舞大会走路。妈，侬是不是觉着我做孽，你到了龙白相的吧？我是老坦诚的，那叫我搿能做，对不起。我不能接受。哎，搿么老头子，侬想想办法呀，侬啊！我想啥办法了？行，我个朋友不走，要不叫一鸣走了，哪能办法啦？我老早哪，我是。哎，小芳，我求求你好不啦？那个阿姐建立这个家庭，真正是不容易的。要是一鸣晓得了，两家头闹起矛盾来，这个后果是真正不堪设想呀！烦死他了！好，我就回信。做那次动物，哎呦呦，好了，来了，哎呀，哎呦，不得了，来了，先开门，小芳，侬先开门，这，哟，哎，小芳，姐夫啊，来了，老李啊，侬哪能有空来的啦？我这里陈大兵来看看戴戴妈。哦，妈呀，戴戴啊，妈，慧芳呢？慧芳啊，慧芳，小芳，搿么慧芳阿姐呢？阿姐啊，哎。这样我不来。哎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我刚刚打电话过来，我是刚来了。对，我放他电话的话，我可以跑出去了。哎，那快。你不放心呀，外头小口子，我是拉拉不牢伊。是吗？哦。这个怪了，慧芳平常不是个那样子的嘛。呀，你想多呀。那好几天没碰头了，姐夫，侬快点回去，阿姐肯定现在老急的来寻侬呢。这个是真的。别他妈，小姐啊，我主要是在忙忙哪个？哦哦，慧芳辣了海不辣了海嘛，没啥关系。就是呀，不嘛，姐夫坐下来坐还没吃一杯，那就叫伊走，搞个不得了。来，姐夫，我有桩事体是要请侬帮帮忙呀。我可帮侬啥忙啊？我老相信侬哎，阿拉同学要结婚要买套西装，侬帮我参谋参谋好不啦？哎，小芳啊，侬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还伊帮侬当参谋呀？哎，听哪家讲，侬眼光老正哎。搿伊擦擦去了呀！哎呦，姐夫帮帮忙嘞，走了他们好了哟。哎，小芳，辣辣科技方面侬有啥困难，我可以帮侬解答的。对于服装，我是外行呀，那又不是不晓得。我身上穿的衣裳，侪哪家帮我准备的。要帮忙，请哪家帮忙？太对了。阿家一个，阿家一不来呀！阿家不来呀！阿家不来呀！这个东西发生了那个当然不好讲慧芳的，哎呦，
要怪我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鸣，扣老头子面了，我打侬招呼了，哪啥事了？大伟，哎，欢迎你。啊，少爷，那认得啊？哎，阿拉非但认得，搿搭个地址也是我拨伊。那我到潍坊谈朋友个辰光呢，潍坊就同我提起过吴大伟，所以阿拉认得。葛末搿趟吴先生到上海来开个分公司，到了科技界是有关系，所以昨日夜里呢就参加伊拉个结拜仪式。伯母伯母啊，我呢是老早就仰慕刘公大名了，搿趟能够见上一面的是我的荣幸。阿拉辣辣交代工作当中，我晓得刘公的夫人就是潍坊，没介巧的呀，是吧？那我今朝来的地址呢，就是刘公告诉我的。哎，不是的，几十年的老同学了，难得到上海来，假使不徐月菊碰碰头，搿是多大的遗憾啊！侬讲对伐？一鸣，刚刚来楼浪向，大伟在告诉我的呀。哦。哎，大伟。我等侬介绍阿拉一鸣哪能啊？哎，刘公是这个啊！家伙，我就是崇拜侬，你做事就是坦诚大度。还是小芳搿句闲话对，坦诚才能大度，大度是建立了我和潍坊相互信任的基础上。哎，那么前面了呢？侬哪能只表演一家头啊？哎，伯母伯母啊！今朝我的出现，把潍坊增加不少麻烦啊！我这个没麻烦，没麻烦，只要是我跟老太婆两个人的，没事体，弄点事体出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大伟啊，一鸣啊，侬来了，你屋里吃中饭，老头子，侬不要卡那当中帮忙嘞！好好嘞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坐。哦，大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得了，真来得了。我不要卡那。好的啦，我们两个孩子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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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